对啊，他不追我，我选医院法好像也比较好。他们这样溜溜的进来医院，我还可以逼监管者追我，或者是干扰他一下。对，给你们讲那个 egg power， 蛮想再遇到那个 egg power 的。他好像是韩国人，没有错，因为他讲韩文的。哎，干，妻子在楼上。嗯，红夫人成功撑到了第一个镜像，急秋手过去帮忙了。我们现在看不到他们对战的画面，但是知道战况。现在闪现带掉之后呢，挥空了一个隔板刀，这边投了个镜像，急秋手能不能躲？飞行家说他要救人，但是他们去休息有。哎呀，这个飞轮还是被打到了，应该是蓄力。老子修完嘞，没有敲到，没有敲到。哎。你要干嘛？我觉得这把也不妙哎、欸，因为他一直不冲医院。干，来不及去楼上。OK， 扛到喽。嗯？那你？哎哎，你没看到吗？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我帮不了你了。嘿，他就投你脸上。你不要说楼梯挡住。因为你镜像都已经投在你脸上，你其实往我这边走，我都可以保你，但还要跟我走分开的路，我真的是不太明白。底牌切近身吗？再把它敲下去。我去嘞！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么会投啊，投的真准啊！下去。你还要补血啊？喂，来不及补血了吧？你还要我帮你补血？走到地下室去了，这个上上下下，怎么没有吸过来？哎呀！
消斩了，可是这台修不完啊。哎呦，修完修完修完。OK， 他一定追咒术了。哎、欸，你还追我？他一挂飞耶，大哥！OK， nice， 你惨了。那我进医院，我就要开启我的听觉模式了。好，拜拜，再见，我赢。哎、欸，拜托，我的听力。过完，OK。